堂堂的卫福部长开玩笑，你知道我们女生很讨厌烟味，真的，你知道台湾现在已经不会了。像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办公室是允许抽烟的。我们的男记者每次抽烟，我们女生都会一瞪他，后来就不准了。男生就跑到厕所里面抽，然后觉得抽烟很没有尊严，后来大家就纷纷戒烟，后来连厕所也不准抽烟了。所以现在呢，台湾我们看到禁烟的风气非常的普遍。我觉得这不但是一个就法令规定，也是一个怎么样，基本一个尊重别人嘛。那所以现在我们在公众场合，你会看到哪个男性在你面前抽烟？不会啊。其实真的是我现在我觉得大概这几年我都没有看过，没有人这么白目，你知道吗？就是当众的，就是我就是不尊重女性，我就是不尊重你，怎样？我爱抽我的烟，你管我？没有人敢这样。但陈时中敢哎，他真的敢，你相信吗？因为这个媒体人张宇轩他爆料，这是他一个他的朋友跟他检举，这个朋友呢可能还在观望哈，看你陈时中怎么说。你要是敢说谎的话，要不要再把手上的影片抖出来？我们来听听看。好，当时4月1号状况是这样，现场是一个私人的聚会，哦，是要帮某个特定人士庆生。那大家在场的时候，其实都很意外，说奇怪，陈时中部长怎么会来？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堆上一摊有摊就在附近而已，所以他特别来这边向这个寿星祝贺。不过没想到他来了之后，哦，就跟这个主办方讲了几句话，主办方就跟大家说，这个手机通通都要收起来。那当然很意外嘛，奇怪，为什么部长来，手机要特别收起来？因此，这个爆料人就特别有在注意，私下偷偷的拿出来录。后来果不其然发现，部长除了在唱歌、喝酒在台上之外，入座之后在跟大家敬酒的时候，竟然一手就把香烟给拿出来，并且就直接点了。那最意外是什么？作为一个卫福部长，这是一个密闭空间，而且是一个大圆桌，怎么会在众人的面前直接就这样抽起烟来，而且是一口一口烟一口酒？而且点完一根之后，甚至还在点第二根，而现场所有的人士都被这个烟味给熏到，因此他才会觉得特别离谱。最近看到陈时中部长在这个喝酒唱歌到处跑通画面出来之后，才会忍不住出来爆料。哇哦，是不是啊？我们先来投票啊！有民众举报陈时中室内抽烟哈，你觉得要不要罚？不用罚，请加一；要重罚，请你减一哦。在宇轩的这个朋友的检举哦，这个检举人哈，是真有其人啊！他手上是不是还有影片？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检举呢，有几个让大家叹为观止。一个就是陈时中嘛，毫不在乎别人呐，哎，抽了一支还抽第二支，是不是很过分？第二个，我问你，他天皇老子啊，我们台湾民主自由社会，现在有谁进来会叫你们都没收手机吗？有吗？哎，干哥，什么样的场合要没收手机？我跟你讲哈，绝对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手机。就算是调查局也不可以，但我问你，我其实听说了，我是听说哈，有一些 high par 你知道吗？就是要玩到比较 high 的，是会去没收那些传播妹的手机，是吗？有这个事是真的，就是说以前就是其实，在开始就是狗仔盛行的那个年，就差不多几年前呢，他们就会就是说，这些人要是聚会的话，可能会牵涉到抽烟。我就讲东华北路上有一个高级的会所就好了啦，啊，听得懂的就听得懂。那个只要有外人来的话，对不起，你这些饭局妹、传播妹啊，手机为什么？只是因为抽烟叫没收手机，还是还有别的什么？还有别的什么？哦，还有别的，不是光是抽烟而已。所以说，传播妹的手机你带在身上就会有危险。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只要他拿出来，我们就会警戒，所以你就干脆通通收起来。但是华哥，我跟你讲哈，因为当然这个不是你讲的那个场所，看起来哈，这个就是一个正，我们不太确定这是个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私人聚餐嘛。对。那其中看到有男性宾客，有女性宾客，每个人都穿得很正式哈。在这样的这个场合当中哦，陈时中还没有到，就有人进来说：“哎，大家手机没收。”是啊。天哪，你知道吗？我会想说，天哪，就算总统来也不会敢没收我的手机吧？对啊，你是谁？你知道，其实这句话讲了以后，就是害死陈时中，因为这个爆料的人就是很不爽嘛。你谁呀？你没收我手机，对不对？所以你越没收我越怎样，我越要偷偷拍，我看你在搞什么名堂。所以果然拍到了，为了陈时中要抽烟，先派个人出来没收手机。赖老师，你看到了什么？你相信吗？官威啊！啊！官威啊！台湾会有这种事啊？我觉得一定有发生，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出来指控，而且不会把，因为他说我刚刚看到听到的，就是他说他有录影嘛，
我澄清一下啊，不算是没收手机了，是叫大家收起来。嗯，好，也差不多嘛，就是不能用啊，就收起来，你的收起来呀。麻烦你把手机收起来。对，那你这个关了，还真的很大的关了。我觉得官威太深了，而且太嚣张了。你现在看我们在推这个烟害防治哈。就是室内不要抽烟，我们花了多少力量？那是全国哎，全国花了多少力量？我那时候当学务长，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老师、学生们不要在校园内抽烟，不要在教室或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因为我们设计学院有很多老师，他们是熬夜的工作，所以他们有的是烟瘾很大。我们为了要让他们完全遵守烟害防治条例，我们花了多少力气？我们这些老师他们多少多努力？然后大家都做到了，结果呢，这一个部长自己本身就完全不视别人的这种权利，而且不尊重任何一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在场的，他不尊重任何人，他觉得他是部长，我想夺烟拿起来就抽，那就代表什么？那就要代表嚣张，还抽第二支，对，那是代表嚣张，就是说目空一切。那问题就在于这个形象跟他在电视面前或是他在长官面前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很明显的他是两种人。在长官面前，比如说在蔡英文面前，在苏贞昌面前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乖的那个样子，乖到不行。可是呢，等到这些长官都走了以后，他面对他的那个底下的人的时候，他马上又是另外一个人。丹老师好有趣哦，我觉得这样不好哎。爆料者说他来的时候他已经说他已经有上一拖，所以这是他应该是他的第二拖或第三拖，不知道嘛？他从上一拖赶过来，因为就在附近，然后先来个人说叫大家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子很不好。这个预先告知的动作是怎样？他上一拖不能抽烟，说他烟瘾发作，非得抽不可，你知道吗？他又怕被人拍，所以赶快跟大家讲，手机收起来，手机收起来。要不就是他们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对，就是他们熟的人知道，可能他有这个习惯。所以今天有记者就问他嘛，是不是要这个戒烟？他还太笑得出来，他说你们比我太太还严格哈。这个国建署长吴钊君，我觉得讲这个话，我觉得国建署署长讲话这样不对的，因为他应该讲要根据烟害防治条例里面，他应该要罚，例如说2000。国建署说现在没有画面啊，没有证据啊，对不对？陈时中也说他不记得有没有啊啊。陈时中说大概在等人家丢影片吧，因为影片中没有抽烟的画面嘛啊。那我也不确定爆料者手上是不是有，所以呢，所以国建署现在没有画面，他就不罚。那国建，但我觉得国建署讲的也蛮好笑的啦，可以借助一些心理或是药物的帮忙，如果部长愿意，那是不是让部长去休息一下哈？那以后每个人在室内抽烟是不是都比照办理？对，只要没有拍到就都可以嘛。那拍照也是比照办理啊，因为都是那个韩国瑜没有画面，但是室内抽烟会怎样？光想不用画面，现在就已经下台14都没有办法了。网友说哈，绿能你不能，谁敢罚？食神怎么可以罚阿中呢？他有法律豁免权呢，看董事懂不懂事。认真问，是抽那个超买的烟吗？我被网友笑死，太幽默了，太幽默了。那你还记不记得今年5月15号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城市新增一天新增180例本土，炸锅了，网友就发现阿中一夜之间白头，好心疼哦，他压力很大哦。他这个年纪说实在不染头发的话本来就白了，就白了，更何况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抽烟喝酒会导致体内大量自由基，影响黑色素细胞，到最后呢白发就会长出来。所以事实上他的白发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因为晚上抽烟喝酒实在是太多了哈，而且一口烟一口酒，光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天哪，这个是江湖味啊，根本就是来江湖的大哥在现场哦，是不是千秋？超级江湖味，跟他开记者会的时候那种哦，丢吼捞起捞起的样子，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哎。而且说实话，看他这个行程比较起来，我觉得比较像选举跑团。他应该是已经把自己的规格已经拉出来的哦。那么这么多的场在跑的时候，就是选举的跑团的规格跟应对的方式。那在规划自己的下一步的时候，多喝几杯酒，多握几双手，多唱几首歌，为的就是未来的选。
选票的规划，他已经不是一个专业的什么卫福部的部长。我们在紧急状态才会需要有这样的紧急的组织，要帮我们控管，我们大家都好紧张的相关的防疫规定。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哇，夜夜笙歌，夜夜不知道是不是，但看起来已经很多夜，常常跑很多场的感觉。他这样一场一场的跑，然后光想起他一口烟一手酒，然后我还是认为我同意廖教授讲，赖教授讲的，一定是现场的人非常清楚他的习惯，然后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最大那种耀武扬威的那个氛围，哇，真的是大家想到都觉得太不可思议。可是你们真的很厉害，网友就真的是说，有哪有办法吗？他就是双标，他就是法律豁免权，规矩我定的，阿波利写贝安诺。对啊，他说没事又没事，政府不用查就不用查，然后我抽烟啊，我不记得就算了，也不会有人追究去追查。那可是在台湾大家都是这样被他搞到现在，不管疫苗或任何的问题，800多条人命的丧失跟他也都无关，他也就是每天喝酒唱歌就过日子了。